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铁哥。铁柱，你还在这里钓鱼呀？对呀，铁哥，怎么啦？我发现附近的有个工厂有些古怪，我想邀你一起去探查一下。好呀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吗？是的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那要不要邀上狗蛋呀？哎，狗蛋那个胆小鬼，我们就不要邀他了，我们去就好了。好吧，那铁哥，我们现在出发吧。走吧，我给你带路。铁柱，就是这里了。铁哥，你之前有来过这里吗？没有，我之前还没进去过呢。那我们待会进去可要小心了。是的，待会要是发生什么问题，你就听我的。我们走吧。嘘，安静一点，不要被人发现了。好的，铁哥，我知道。小心，前面有灯光。想干什么？不好，铁哥，我们被人发现了。哎，铁哥，怎么是你们？哇，原来是狗蛋呀！狗蛋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铁哥、铁柱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在这里做保安呀。你什么时候跑这里做保安呐？就前几天呀。这样就太好了，我们发现这个工厂有古怪，你能不能带我们进去看一下？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我带你们进去。好的，太好了，狗蛋，那你快带路。铁哥、铁柱，你们跟我来。好的。这里面的路我很熟，待会你们要听我的。好的，好的，你带路吧。哇，我的天哪！啊！我怎么到了这里？狗蛋和铁柱呢？哎，我好像听见了铁柱的声音。铁柱，真的是你呀、啊！铁哥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呀、啊？是呀，我没事。我们好像被怪物抓到这个地方了，我们要怎么出去呀、啊？铁哥，我发现那墙上有个洞，可能可以从那里离开。就是这里。好的，那我们从这个洞里进去看看。来，我拖你上去。铁哥，不知道这个洞能通到哪里。没事啊，我们走一步算一步吧，得尽快找到出口离开这里。铁哥，是你们吗？铁哥。哎，狗蛋，你没事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没事的，铁哥。你知道出去的路吗？我大概知道，你后面控制室可以打开这个门。应该是这个吧。哎，门开了。铁哥，你们快跟我走，小声一点，不要被怪物发现了。好的，那你赶紧带路吧。不好，那只怪物好像就在下面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没事，杰克，这路我很熟，你们跟我走，小声一点。快点，跟上来。没发现我们，千万别出声。糟糕，这个门被锁住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我们得把这个木头打坏了，门的开关在里面。好的，让我来。可以了。是这个开关吗？对的，没错。好，那我打开它。我们快走。哇，不好，快回去，那个怪物来了，快关上门。铁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嘘，安静，等那个怪物走了我们再出去。铁哥，外面好像没有声音了。那走，我们赶紧出去。
大家小心一点。太好了，杰克，我们终于跑出来了。走吧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那就请点赞加关注吧。我是你们的朋友铁哥，再见。